新这样顶过去，刹车带起来，然后再起来以后，这个直接让翻上去，然后点挑起来，再点这个点缀外面，新中中的话，上面这写的比较凝结，然后滑动折翻折带过来带上去，用力的折下来，写的停中间的空格满过来以后，在这边刷停住带起来再。兜过来，这个方力一点上去挑哦，这个是连起来，准备写清楚，还有带动的动作，中撕撕的话，前面第一笔都很重，然后这样划起来以后再带动折带起来，然后起来以后一划上去，划上去的这个又带过来带起来以后准备写这一个，然后勾上去。点挑起来，在远处点上这个点比较外面比较高，丝这哦上面的笔画都很短促，短的起来以后从这边捞过去还是短的，都只伸出一点点，然后这个短的又带这边来刹车带回来，带回来就可以写这一个笔画，然后新的话。记得这个笔要顺着这样捞捞起来，再点挑起来，这个点是点的很外面，记得要再从后面兜回来。N 的话，起笔，哎，倒是这边细的起来，倒是这边笔粗了，啊、哦，这倒是这里面这个字粗细跟前面不太一样，撇点，啊、哦，然后带划过来哈、哦，这前面这种动作这样绕过来一定要做出来，起来以后再从这边点。所以那笔是从这个尖尖从这里出来，然后这边顺势上去，这里的点挑点高拉动下来一点点，N，洗哇洗第一个撇，好用力啊！啊撇过来滑下来，这是短的，但是很粗，接上去折一下带起来，两个短横啊，然后粗到细。然后回来以后点挑起来，准备写心，心都会比较宽。然后记得翻上去以后，点带动上来，点高一点，流动一下。